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演出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Hiko。 那个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见到大家。那我们今天举办这场交换小宇宙演唱会啊，其实目的啊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跟你们，然后在演唱会里面很真实的可以交换彼此的感受，然后完美这场演出。那很谢谢大家这么捧场，然后寄了很多小宇宙给我们。那里面有某一个人的小宇宙啊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那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这个人很可能也在现场。我念一下他信的内容。这个人呢，他叫江维珍。哦，他不是在现场。谢谢你。哎，你超强的，我们看到真的超级惊讶的。哎，我真的遮住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小宇宙，这是他自己画的。那他信里面写，画画就是我的小宇宙，这张作品是边听夜工厂的专辑边画出来的哦，感谢你们。那猛虎巧克力的我们也很感谢你，谢谢。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小宇宙很 touch 到我，因为我很喜欢金鱼，所以那时候我一看到他画的这个金鱼，我就觉得哇，非常不得了。那为什么我会很喜欢金鱼？就是我希望啊，猛虎巧克力啊，可以像金鱼一样，就是因为金鱼是在这个地球上最巨大的生物嘛，但是它也是最温柔的。那希望猛虎巧克力也是一样，非常的强大，但是也非常的温柔。谢谢大家。下一首歌，别让我孤单。